代言的是你和张斌那边说是王毅办的。是啊，免得因为那天炸锅的事，张斌那边会觉得王总不妥，以后难办事。你这是在给他台阶下呀，但他好像不领情啊。不给这个情分，就连领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给了，至少面上不会那么难看。而且，他是你创业时就一起的元老了。如果真的相处不好的话，那我这个副总裁，可不就是个财不配位的？你可以帮你妈妈收拾一下东西了。我家对面那家下周搬走，到时候你妈可以搬过来住。你家对面要搬，那么巧。不可以啊。你那么心急想让我搬过来。你不行。我不急啊。这么心急。不急。于总，苏总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都怪你。他刚才说什么呢？麻烦了。